你后面不是可以停吗？我现在要回转，你听不到吗？你也太没有礼貌了吧，你这样的人。因为你那一格已经有位置，你旁边有两个位置，哎啊，这里这一排只有一个位置，我当然是停这里呀。而且那么大的车子，你那边有两个位置，是你奇怪吧？你绕到那一道，你应该是停那一道啊。我就不想推啦，你不要停了，可以吗？